哎，这里，这个船也太帅了。哦。哎，这儿也有。舟山渔民耗子，舟山渔民耗子。由于王一博队吹响了口哨，触发了东海鱼藻队的抓捕。东海鱼藻守卫海岛，鱼藻出山，别想逃跑。姐妹们，冲！走！哎，我看到了，哪里？干！什么？太聪明了！哇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，你跑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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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这是为啥呢？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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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！好久不见，当你看到我就说。你不跑，他就不抓你们。我们抓谁呀？是不是这个？哪一个？这都是为啥呢？来，我直接20个可以买，对不对？20个 baby， 你没有20个？有。那你数一数，4个、5个、6个，还有是吧？好，拿出来。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。你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船拼起来，对吧？拼起来，我们是国家级飞鱼，纯手工制作的。传统木船制造技是舟山的国家级非遗宝藏。舟山木船除了航行速度快、安全性能好、造型美观大方等实用价值外，更有其特殊的艺术价值。哇！走了，终于走了。哇，太聪明了我。这哪个在前头，哪个在后头，也不知道了。哎，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啊。这个在后头。这个我不告诉你。你能拼得出来的话，真的是中国第一了，真的是中国第一了。帮我固定。这个对。你好聪明。是这样吧？哦，掉头了，掉头了。不错，聪明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行 ，yes。哇，厉害！可以了。好，冲过桥。好。所以那个宝藏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了？宝藏可以给你，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船的六门宝船。我们是不行，这里还有一个大船呢。这大船里面，那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大船里面还有宝物，就是这个吧？这个你不要说了，这是我们已经拿出来了。那老师您会唱这个吗？舟山渔民耗子，你可以教教我怎么唱吗？耶喽吼啊，啊家里喽啊，哦喽，哎呀里个耶喽，哇，中气十足，我们一起唱。